下面这个菜是异地恋，其实我也不是蛮懂老板为什么要这么做啊。老板就坐我旁边，他不出镜，我问一问他。老板，你跟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？这个皮皮虾是海边的，那沿海城市的。那个小龙虾是我们湖北省的，沿海城市跟湖北省不是隔得蛮远的。异地恋的，就那里来的。跟那个油饼包烧麦有没有一种那种感觉？一种创新，反正两个虾子找的。但是他两个虾子感觉是不是不一样啊？就是在聊的过程中，在你们理解上，小龙虾和皮皮虾其实有温呢，因为我不专业啊。不，炸的时候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就是皮皮虾呢就烂得精微，小龙虾因为可以煎呢，但是皮皮虾呢在哪里都可以吃，就是没得丢头。啊、哦。那个龙虾的话不煎的话就会发。好，具体摸完的口味你们就来感受一下，我反正比较喜欢这个道理的皮皮虾。我觉得跳布朗姆更好玩的。你再来一次。来呀，快活啊，反正有爸爸吃过。来呀，爱情啊，反正有大爸与我。来，小龙虾就是武汉人最爱吃的。哎，心疼小龙虾一秒钟。然后他们家的特点我就只说一个吧，他们家的特点就是头道的菜籽油，然后会用空运的花椒还有这个辣椒来做他们家的菜。澳洲奇妙的虾，澳洲奇妙就是什么虾子，进口的那个澳洲的那个大类似于鸡尾虾那种的，然后回来现剥的。现剥的是吧？反正很好吃啊。超好吃，我超爱。好像小孩子来一般都会点这个菜，然后他们虾仁很大，给你们再看一下，再拿一个。其实我想找个借口再吃一个，就很大，非常大的一个虾仁。爬爬虾非常新鲜，因为它的肉你看跟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，吃完了你看底下这个肉的部分要使劲的拽下来，再拽一个，我拍虚了。等会，让我拍。好，再来。要使劲的，这样拽下来。是不是就有点像那个生蚝的？对，生蚝的如果是很新鲜，是粘在上面，你要拿刀子割，要铲。对，是的。但是如果稀巴烂的，就直接是放上去了。对，连刀口都不会留下来的。对，是粘在。等一下。壳上的，很新鲜。